的爱上我在台北举行首映，为了力挺好姐妹范晓萱的电影，傻 S、范玮琪等人都特别以 OL 装现身。只不过两人在开场前就先进到后台，傻 S 刻意避开和主持人黄子佼的见面机会。现场另一焦点就是五月天也特别前来支持，只见四人站上红毯，尖叫声响彻云霄。对，他们今天还没有看到，但是他们到时候包场的时候就会来看。我相信虽然这个造型看起来是很可爱，但是我在里面的表现我自己觉得我很满意，然后我相信他们看了也会觉得对我刮目相看。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找玛莎。而这次范晓萱压轴登场，穿着一袭绿色的长洋装，和她在电影里的良家妇女形象相差甚大。当天妈妈和外婆还有小 S 等人力挺，让她很开心。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姐妹们已经很久没有玩变装的游戏了，然后范范就说今天来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有个主题，那我就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穿 OL 服好了，因为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 OL， 然后就大家就穿的是很辣的 OL 来，但是我觉得很过瘾。不过由于任贤齐在剧中和香港演员黄家乐有同志情节，两人拍完戏现在对看都会尴尬。主持人要求范晓萱演唱歌曲时还怂恿任贤齐和黄家乐互相拥抱，两人搞基佬情，尖叫声不断。我带孩子先离开了。对不起哦，我让你勾起了伤心的往事。这场面孩子能看，孩子要归谁呢？你觉得？当然是妈妈。好，我们待会再打官司。